哎呦，难啊！我的天！哎呦，连续左手烟啊，可以转身过来找到机会，中投命中。这边三分继续，续杀，把这球都惊呆了。哎呦，连击三个三分，篮子而一直不太准，看一下海曙光中投，边进是投吗？只差一分了呀！ 这边超远三分打进，还是光手感真的是一串一串。对，他传球坚持挺稳的。你看，还是一步，有没有可能？哎呦，四个三分，海曙光，恭喜海曙光，选择一个三分出手，漂亮，造犯规拿罚球也好，对不对？得造杀伤，得造杀伤。哎，直打两下，终结都非常好。对，王浩宇，对，王浩宇，如果造犯规能把宋刘轩。 造犯规拿罚球，往里走，犯规了，哎，还是完打进，哎，漂亮，这个半转身节奏非常好，好球，两个人都是善用左手持球以后的有一步，哎呦，等一下再说陈文杰啊，现在先看一下这片压，左手冰球，好像看看这球，哎，邢宇豪可以的，邢宇豪可以。 小学生过来，漂亮！职业技术学院校队的球员，身高一米七五，体重65公斤，今年25岁，有点危险。看一下马小虎，漂亮！去面对他的进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哇，这个变向我觉得韩曙光可能心态会慢慢变，知道？哎，过的漂亮，不投吗？有这个可能性，有空间啊！哎，这个半转身不错，可以，好球，非常厉害。 三十一分，哇，李龙，来点起来，王佳宇可以，好球，还有能有这样的见解，看一下这边防守，包括在你持球的时候，看一下这边，哎，这个他是99，漂亮，然后你这个消耗了对方，他唱的话可以扣过一吗？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说卡。 可以，好球！可以转身过来，可以没了吧？还是光这三分？可以，弗拉嘎，他这个转身手，辅助手是有楼塔。哇，他的终结！邢宇豪，你看都是给一步去防，就防最后风险。邢宇豪，哎呦，送不拿三分，估计没了呀。 哎，这一下不错，点开左手上篮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。哎，点起来，往里走。